去吃东西了。这样拍，这样拍，这样拍。这运镜还是不错。地方的店，然后呢，我们决定送这个手霜，送这个手霜给我的粉丝哦。白歪了歪了，倒过来，好，去挑一下吧。自己说这里很漂亮，我说是来自义乌的，他说他是手工的，反正就手工的，是真的挺好看的。等一下，对个焦啊。好像你拍明天拍那个美妆视频，这真的很好闻 ，Selfridge 的味道，好好闻。它有没有小的呀？这个你看，这个销量特别好，一个小的都。来了，博主要给你们送手霜。那这个我们准备买这个，这个 Bina More。那我给我900个粉丝送一下，我活粉挺高的，好吗？拿了吗？喝多了很点，比一比这个脸大，还是 MC 的脸大。哎，不是那个人总是打扰我的节目，就是我今天这个节目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节目，那个打看看的那个打扰我的人。给他一个特写，他一直在打扰我。粉丝很像那种小时候的那种，那可能或许就是他们小学用的。下面呢，我主要给大家介绍，就是如果你想给人送礼的话，你应该送什么？刚才这个护手霜呢是9.99，如果你要送人的话呢不划算，因为9.99太贵了。但是，当，只要3.95，可以送给他。毕文俊的杂志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可以在车上买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非要在现在的时候买，又看不到，要不是买了马上可以看到，要寄回中国。这个女人现在正在，辛苦的轿车，轿车怎么叫车吗？是这样讲吗？嗨，对吗？其实我还是会讲。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了。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不是很专业。
这个感觉不错哦，这个羊奶酪，因为我是新疆人。我喜欢那个，是我的饭，海鲜烩饭，然后我不要 coriander。不好意思大家，刚才饭来了之后，我们就潜心吃饭，然后忘记了，就是拍了。然后但是现在还有一个羊奶酪。这位大姐最喜欢的羊奶酪。我们现在在里斯本的老城区，要不要坐一下？很美，这个老城区很美很美。然后就是这种小路，但是实在是晒到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。请问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？好热，但真的很漂亮，我就很喜欢海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太晒了，晒的我现在头疼。Kiki， 别乱。终于吃到饭了，来到了一家 tapas 的餐厅，然后点了 ham， 然后 octopus salad， 然后这个是 pepper， 然后那个是什么 tuna， 然后还有一些面包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正经的吃了，然后对面的人还在认真的创作。我真的要准备吃了，我吃了。啊，等一下，不让我吃。很过分，好，是咯，我要先吃个这个，先吃个这个。还可以，每顿都要吃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要吃饭了。现在我们要去，坐公交车去宫殿，去我们公主的寝宫。我们公主在。夏日度假宫，对的。你去过维也纳吗？来到了佩纳宫啦，但是天气不是特别好，有一点雾蒙蒙的。佩纳宫有红色、黄色、紫色组成，很多的游客。然后我们是坐一个巴士上来的，如果不坐巴士上来的话，会有500多米的路程。但是由于它这里的路都是这种曲里拐弯型的，所以还是坐巴士上来比较好，因为我们穿的是这种鞋子。然后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人，我们不知道自己现在要去干嘛，可能是进去宫殿里面参观一下吧。门票是两个人是26块钱门票，然后 transfer 是6欧，所以希望里面可以有一些好看的东西吧。人很多很多，我现在已经想说不推荐此地了，而且有点像旅游团。对，我们是中国阿姨团，中国大妈团。这个人说自己是少女。好啦，这后面就是佩纳宫啦，我要去看看佩纳宫。所以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没有什么东西，就是一个宫殿。好，现在我上到了佩纳宫上面的 chapel， 然后特别大雾，什么东西都看不到，然后风也很大，然后我的裙子一直在被吹起来，
很崩溃。天啊，再也不要打卡。不喜欢这里，真的不喜欢，不推荐，连下面的队都不想排了，想离开，想离开这里。现在呢，我们逛累了，准备休息一下，喝杯咖啡，休息休息。咖啡小妹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外面，就是这种烟雾缭绕的感觉。然后这就是佩纳宫啦。我们现在在欧洲大陆的最南端罗卡角。餐厅吃饭，这家餐厅呢是我们的 Uber 司机推荐的，有非常好看的老城区的 view 夜景，所以如果你来这家餐厅吃饭，其实就不用去那个老城区的观景台了，对吗，宝宝？喜欢吗？喜欢。谢谢我们的 Uber 司机。这个面包配的黄油很有意思，这个是 beetroot， 然后 garlic 和 pepper 的黄油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了，现在吃完饭了，想跟大家聊聊关于这次里斯本之行。Is it finished? Yes. 动的，从个人的角度来想的话呢，我觉得我不推荐大家去辛特拉。你呢？罗卡角可以吧，但是因为天涯海角。我靠，这是脸。你说，我在这给你打 call。我不觉得那个地方特别值得去，因为其实就是一个海滩，不是海滩就是海，然后风巨大无比，然后去也很折腾。我觉得如果就是。depends on 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旅行，如果是想要休休闲闲的话，其实就不用去，就不用去辛特拉，就在里斯本。而且我们其实今天已经是非常舒适的游了，因为我们是自己搭 Uber 来回的。如果你是坐火车再坐公交的话，我真的，对，就我真的在想说那些拍美美照的人穿着那样的衣服，然后又坐火车又坐公交，然后去了那儿，然后还拍出了美美的照片，真的是佩服，在下佩服，佩服。Stop.